哎，你好，帅哥，等朋友吗？不要紧啊，都先下车一下，并排了啦，并排停车了齁。来，我们那边请好不好？好、哦，证件有带吗？有啊，有带、啊。帅哥有吗？有啦吼，阿姐姐啊，红线24小时都不能停车呢。你考过驾照应该要知道呢，对不对？啊，车是你开的吗？只要刁我是不是、啊？我没有刁你，你红线你刁你什么啦？那、啊、我都几百里背就在这个底下再走了啦。哟、欸，好不容易，好讲话啊！你讲什么？你刚讲什么？你刁什么？哎、欸，放下！放下！你涉嫌妨碍公务，站住！跪！离开！偷离开！太累了，我靠！你刚刚讲什么？你刚刚讲什么？你放松什么？他刚讲什么？我们到全程录音。他脚受伤，我脚真的受伤了。他脚受伤，看我需要阿嘞。你有需要叫阮警察吗？啊，无啊，你有需要吗？我破鞋了嘛？你有需要叫吗？我破鞋，我戴脚罩嘛。你违规，你叫啥？我无叫啊！你无叫吗？我有路嘞。你唔免遮歹啦。你无叫咧？奇怪就好啊，讲就好啊。你话安尼，你是叫的咧？你有需要安尼叫去叫警察吗？无需要，我甲你回信。啊，你违规就好。